我们为啥必须发展 5G？ 5G 要来了，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，无论是移动支付、社交聊天，还是看视频、玩游戏， 4G 网络基本上就能满足人们日常上网的需求。那为什么那么多国家、企业还在争先恐后的研发 5G 呢？今儿啊，咱们就来聊聊我们为啥要发展 5G。 要说这原因，主要有三个。从大数据角度来看， 5G 是大数据发展的需要。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统计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在最初的 2G 时代，那是我们平均每人每月的流量大概是30兆，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，当时中国移动有个套餐叫5块钱30兆，买流量干嘛呢？大多数人都是用来上个 QQ、 逛个空间，就美到不行。后来呀，3G 时代到来，大家立刻就发现这30兆根本不够使，每人每月的平均流量逐渐上升到了300兆。与此同时，咱们使用的应用也跟着多了起来。后来进入 4G 时代，这个需求量又增加了大约10倍，每人每月的流量大概达到3G 左右。不过这3G 还不是手机应用消耗的所有流量，因为除移动网络之外，我们还借助了 WiFi 等其他上网的方式。专家统计，如果全部都使用移动网络的话，每人每月的流量至少需要20G。很显然，如今 4G 网络要承受如此大的流量还是很吃力的，所以我们需要 5G。 第二，从物联网的角度来说，现在大家都喊着要万物互联，这还真不是闹着玩。按照现在人手一部手机来算，全球71个手机网络基本已经饱和，要想实现万物互联，那一个人的设备可能还会连接10个、100个甚至1000个物体，目前 4G 网络的容量显然是无法承受的。再说第三点，人工智能。人工智能和移动通讯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？在中国经济大讲堂中，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高级顾问王建宙就说了，人工智能就是用科学技术来模仿、来延伸、来扩大人的智能。那么如果把计算机当作大脑的话，那么我们的移动通信系统就是一个神经系统，而人工智能呢，对神经系统呢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。所以你看，发展 5G 的意义还是非常多的，只有更快更好的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与发展，才能促进经济的大发展呀。央视财经微讲堂，带你秒懂中国经济那事儿。